两天来呢，洪泽湖啊持续的降雨，湖区的旱情呢有所缓解，水位呢上涨了7公分，船舶的通航能力呢有所缓解。我们呢进一步呢加大了如何船舶的监管力度，两天时间我们共放了这个10个重载船队，200余艘重载单船，确保了湖区的航道的安全畅通。